正反转，这个是脚踏开关，关掉。正转、逆转，关掉，关掉。后面后盖有配件，有四个刀网，前面后面有三组刀，三个网三个，加上前面的刀一个网三个，一共有三，一共有四组。你好，快这么远。再来接拆脚管这一组。小心抽出来，刀网放香管，套过螺母锁上，这样可以灌香肠。就是冲填香肠，香肠第一次是绞肉，绞完肉之后拌好调味料之后，第二次冲填，冲填的时候不用放刀跟网。好，拆开，然后另外介绍一下，这个红色管子是肉锤，在操作的时候绝对不能用手去碰，一定要用这个肉锤来帮忙带料。本身这台机器也有自动下料的功能，只要将肉品放上去之后，它就会自动把肉带到绞管，让它绞出来。那我们等一下再试一下电，看一下那个绞管传动的情形。啊，请开启电源。啊，自动入料。现在是逆转，然后我们把它切正转，正转就是把肉送出来，逆转就是当有异物卡住的时候，逆转会将物品退出来。好，停止。那我们要拆卸这台机器的时候，绝对一定要先把电源拆除之后，才能拆卸这些电源机器零件。以免发生危险。